我去打过来听听，知道吗？嗯，不要打过来。老一面平安回来，你平安回来，老子包了包一年的家我做哈。在我的世界里面，我的妈妈和我的外公是很能行的，我把他们借给你，他们能顶起我这个家，那同样就可以顶起你们。你今天做饭也没吃啊？不吃，不想吃了。为了节约一套房子。自己的老公病，自己的去医，还有兄弟自己对。有想过自己有被感染的风险吗？我觉得我应该不要。年轻人吧，身强体壮应该还好。万一的话，我相信我的同事肯定会救我。我们不愿意当英雄，不愿意成为烈士，但是我们绝不当逃兵。你说一辈子我为个啥？我不就我几个病人吗？希望大家都保护好自己，我们共同努力，希望这个疫情。